各位师傅，各位居士，哈，没用完慢慢用。我们今天呢是法华期第一天啊。那么在这个疫情又在蠢蠢欲动的情况，我们抢这个时间哈，来给大家一起共修，哈，那是很有意义的。像台北的话，渐渐的就紧锣密鼓啦，很多地方都开始不再聚会了啊。那我们呢？这种量呢，人也不多了哈。那但是呢，有几件事情要跟大家提醒。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这是以修行为导向的，不是一般的法会，所以我们呢过午用斋。那么因此呢，下去之后呢，在这个疗房当中，尽量不要在那里停留。你要在外面，要么就诵经，要么就念佛，好，不要在疗房里聊天，好。那么有受八关斋戒的，晚上我们就不用东西了，我们不吃，好，除非你有病，好，那你喝一点流质，好，这是你看你个人，但是基本上都不再用东西，好，用食品。那我们高雄的那个幸福咖啡居士有来，好，那么呢，他要来跟大家结缘这个手冲咖啡。那么手冲咖啡是不简单的，说简单简单，要好喝不简单，好，那好的豆子再加上好的手法，好，跟好的心情、好的态度，你能喝到好的，既能提神，精神状态也很好的这个咖啡，好，希望大家多多去利用，好，这样诵经呢精神好，那也成就彼此的这个互念的这个功德，好，很难得，这手冲咖啡都是很辛苦的。那么呢，这不嘛真粗，那大家呢可以去多多运用，那当然呢，我们常住方面呢，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准备一些什么呢，喝喉咙的啦，过气更的一种的啊，还是药啦什么拿在外面，这个给大家用哈，这样子这个也可以哈，如果我们有的话，这个。医药库房里头也有一些可以用的那种喉咙片啊这一类的哈、那再来呢，就是我们现在呢是应该算是也就立冬了啦，哇，立冬了就还是会冷热，早晚冷热还是差别很大，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保暖，不要感冒了，这非常不恰当，特别是在这疫情当中啊，这感冒总是让人感觉怕怕的。大家要注意，所以这个口罩要多戴着，那你戴着就少讲话了，甚至在你口罩上面写个禁语两个字，人家就不会跟你讲话了，那么这个这算是一个小小的规矩，大家一定要遵守好，不要在那里私下讲话，大家保持禁语，你大概规矩就守完了90%了，其他的就小事情。还有呢，如果说轮到了那个这个环境区域的整洁，希望你呢尽心尽力，动作迅速，早点呢把你工作完成，这样无论是早上或下午，因为现在我们有穿鞋子进来，所以那个拖地呢就变成很重要，那大家尽量呢要特别的要用心一点。那再来呢，就是我们有这个7天佛前点灯，这个功德，这佛前点灯的意义呢，是很宏大的。自古以来，各种经典当中各处的讲到了佛前点灯。当然现在有为了方便呢，有用那个时候电子灯呢，当然也可以，但是总是感觉呢，跟明火灯这个比起来，比较没有那个生命感。我们现在用的这个灯具也非常好，还可以回收。那么燃烧起来没有异味，而且很香。那么这7天呢，这样刚好一管哈，那么就是作为一种回向。那灯给人感觉看起来是灯呢，就自古以来就是一种照明智慧的象征，也是一种什么远离恐惧的象征。那这些呢，主要就增长智慧啊，所以佛前点灯增智慧啊，这代表了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照亮佛像。我们在佛前呢，点这个灯呢，
那么就让人哎，它因为它是活着的，那个灯的晃来晃去，它吸引人的一目光，那就吸引到佛前去。所以说，因为这有一种导引人家瞻仰佛、恭敬佛、恭敬三宝的意思。那么呢，点灯，你说跟智慧是什么样关系？那我智慧是不是熏出来的吗？那点灯是一个世俗性的动作，怎么会有这个意义呢？这是因为我们赋予它，这第一种。第二种呢，赋予它也要有它的一个相应关系。你比如说咒语，啊，你比如说语言，啊，语言是我们赋予它的声音的那个意涵，啊，你比如这个世间人说啊，我爱你 ，I love you。那这是一种音声而已啊，但是它有魔力，为什么？因为彼此共同定义好了之后，它就产生一种约定的一种意涵在那里产生作用。所以灯呢是佛告诉我们，因为佛晚上也是讲经，晚上讲经的时候呢，人家就用油灯点着来让大家瞻仰到看得到佛。啊，从这样子的意涵呢衍生到今天，是佛像，但是我们也点灯啊。那一样的瞻仰到佛，我刚不讲嘛，会导引人家瞻仰，哦，望这个佛尊像而去，那也感受到了人家的恭敬法，这些呢就导引他人见者闻者也升起恭敬欢喜，而灯在夜暗当中呢，就是带着一种生命感，一定是有人去点灯，这灯才会亮啊，那显然这是有人的，那么亮起来就让人感觉不黑暗。那不黑暗就能照见物品，照见道路，那就我们不会走错路，照着这件物品我们就不会恐惧，所以这几个意涵投影出来了，那就是显现成为一种智慧的、离灾障的、啊恭敬的这样子的意义。所以呢，点灯呢，自古以来很，哪怕是其他宗教里头也有点灯，在天主教他们也一样点灯。哈哈，你看看，所以说那个点灯啊，这个是自古以来的自自然然的啊，就会被各种宗教所运用。好，那么灯呢，也代表一种光明、照耀、希望、恭敬。我刚刚讲了，特别它有导引的功能，那这就是智慧。所以呢，点灯求智慧，点灯消灾障，点灯远离黑暗啊，恐惧无知，这种就是一种表法。那么诸位呢，用这种虔诚恭敬的心呢，啊，愿子香灯啊，普照十方啊，供养三宝啊，普照众生啊，那么呢，啊，供养三宝呢，普照众生呢，同入佛智啊，要这样发愿啊，愿子香灯啊，普照十方啊，啊，供养三宝，普照众生，同入佛智。那这是一种心愿。啊，当然呢，你也可以求个人的一个啊，这个心的一个祈求。那么这跟牌位呢，不太一样啊。牌位是特别指涉着对某一位众生。那么呢，点灯呢，它也可以啊，但是呢，它就不是以超见他，这个让他来啦这样的为意思，而是说回向给他，就来是请他来。那是牌位，那么灯呢是怎么样？将功德呢啊远端宅配送去给他，那是不太一样的啊。所以点灯在我们的法会万佛寺的法会今后呢会长期的做，它的意义呢就更大，更代表着诸位呢这个什么呢？乃至于没有来参加的人，诸位呢赞同这样子的一个法会修行，认同或者随喜这样法会修行的功德。那么呢，我点灯的时候呢，照亮了彼此，也照亮了彼此的用心。这种用心回向给活人，那么就是活人得这个智慧，消灾免难；回向给往生者，那就照亮他的一个轮回之路。乃至于他已经投胎了，那一样投胎，那就是人或者是众生呢，他会比较有智慧。好，那对法会现前来说呢，哎，那么就是什么？大众共修功德，你随喜，随喜的功德，天人鬼神呢共同的也会因着你的随喜而跟着随喜，
那就是所谓的随喜功德殊胜行了。那么呢，这个随喜的功德就等同你来念经一样，那这意义就大了。这么多人在那用功，那么你呢，你也当场在这里用功，或者你这次没办法来，你也可以请常住为你点这个灯，啊，这是很好的，代表这个心意啊一直在那里。那么对万佛寺的常住的法会来说，它有更特别的意义，那又是哪里呢？就你来协助了万佛寺一个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个小困境，那就是我们的佛期或法华期，放长啊，大家放长啊，我们的佛期或者是法华期，其实我们的定位就是用功共修。好，梁王忏本来也是这样，但是梁王忏因为我们就是用大量的牌位来跟大家呢直接跟名扬两利，但是呢佛期跟法华期长期以来就是以一个扬上用功修行回向这样概念在进行的。那如果呢你比照古来的汉传佛教呢，那个佛期啊法华期啊甚至还立牌位，那这下就麻烦了。立牌位一定叫化掉的工作，乃至于呢立那个什么呢，立那个这个往生牌位，你还有中间五供啊帮往的时候见识。诸位啊，诵经是一件很重要的修行，那这些动作呢固然很好，但是终究跟诵经还是不是很搭嘎，所以我要求诸位都已经要求你们禁语了，那结果这当中有很多的武功啦，什么见识啦，然后在这边走位啦，就要念经啦，然后最后一天啦要来一个什么小蒙山施食啦，或蒙山施食啦要化掉啦，这些动作我们呢这个七天啦，一天五卷，那七天刚好五部法华经啦，是将将好啊，不多不少啊。那么现在你要再插入这个的话，哎，插进去要保持五部经，大家太累。你要减少五部经，那就是功德相少了一点。那么，但是呢，大家又想要能够名扬两利，哦，能够得大利益，然后怎么样能够兼得？嘿，最好方法就是点灯。因为我说过，点灯是我们呢宅配功德到对方，不是请他过来，所以我们就没有画牌位的问题了。啊，点到完结束。那么呢，那这样子的话就变成怎样呢？大家又能在这个共修当中呢得这种名扬两利的功德。那同时呢，当然你也多多少少赞助常住的饮食衣服医药卧具建设等等啦，哦，也是赞助了这些，哦，这些都十方来的，大家也一起欢喜。那所以说这个变成很好的事情啊，甚至我们还将来搞不好还点那个电灯的那个吊起来那个灯笼啊，那只是说有时候黑上次买的那个有些是旧的用，风一吹鸟一撞嘛，就掉下来了，那是这样。那今后买好一点的，本钱应该差错嘞，已经定了，是这样，那这样更庄严，我们都可以。那像这样子呢，就显得就不会影响到法会本身，可以说是鱼与熊掌兼得啊，那自利利他呢，共同成就，福慧也双修。可以说是真的是很好的方法啊！希望大家呢多多的护持，多多的意念这样的善巧，也多多的走告所有一切有缘的众生，没有缘来共修，他来点一盏两盏的这样的灯呢，一定很有意义的啊！好，那我们就这样了啊，我们回向啊。